薛宝盖。下面两点，纪念往上面看，八字形，上宽下窄这两点，整体我们看一下是扁方形，不要写的高或者方正，这个点同样是向左稍微斜的，这也是斜的，这两个起笔的头，一个重的，一个稍微轻的，横钩一定要细，要有弧形，钩的时候不要太长，这注意的角度。这个撇点有粗到细，这右点从三角揪，靠上，这个先写撇前面的九字，再写横折弯钩，提按向右下左下方勾上去，注意这个间距一定要小，拐的地方要细要自然，拐过来要平，勾的方向垂直向上，注意错位，要放出去，这个点在中间的位置，撇的出头不可以太长，所以横这边长这边要短点，雨字头手横一短不一长，左低右高，向左下方斜的横钩的起笔在点的中间偏上一点，稍微有点弧形，提按勾过来，竖画在横画中间的下方起笔，收笔的时候不要太尖，四个点往中间的竖上靠，再近一点，使它更加紧凑，外形是扁方形，不可写得太高，竖画是在字的中间，横要细，勾要粗，四个点要方向变化，匣子对，这四个点的写法，它在不同处理的过程中，它是有不同的写法。竖画用垂落竖，这两个横尽量向上靠，不要写太长。右横撇横要短一点，大笔要靠上，对，横这个横一横的间距基本相等，这个间距也是基本相等，对，右的横跟上面那个要不要宽，你看在它包围线旁，这边要错位，这边要收进去，蜡笔这个放出去，下面要错位，雨字头要写的扁一点，这个字